这是一个废弃的巢鼠窝，它跟鸟窝其实不太一样啊，它开口非常非常的小，因为老鼠体积很小啊，它大概都是结在像这个芒草的中间啊，或台风草，大概就结在这里面了啊。这曾经濒临绝种，那现在我们这边很多了，非常多。感觉我在舔，舔出来了。你味道我的手，没有，反正他一直舔，还是放个碟子里面让他自己喝，但是没办法，应该是没办法，整个淹死，还是小婴儿。他爬得像爬的是不是啊？